小猫咪也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呀。哦，人家说妈妈从来不吃猫粮，是因为妈妈不是你的亲妈妈。那你知不知道那些猫粮都是妈妈故意省下来给你的？因为你出生的时候就8毫米，还没有个绿豆大，妈妈每天馋得哈喇子都下来了，都没舍得吃。你居然拿这个怀疑妈妈？